你怎么愁眉苦脸？我被骗了，我买了最新型的智慧型珠戒，卖家收了钱就音讯全无。哎呀，你只要跟我一样找电子支付大侠，就不用担心被骗了。电子支付大侠？嗯，就是政府认证专门处理老百姓金流问题的大侠，还会提供代收代付、储值、转账等服务。啊，那找他有什么好处啊？任何需要花钱的地方都可以找电子支付大侠帮忙，他的武功高强，会替你保管钱财，就不用担心被偷了。电子支付用得好，生活便捷没烦恼。